这就是未来的母王妃，我们玩她之后，她就要嫁给母王爷冲喜了。早晨的王妃竟然是被我们玩过的破鞋，真兴奋啊！哈哈哈哈哈！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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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怕，哥哥马上帮你解决。<笑> 找个没人的地方丢了，再找两个乞丐好伺候他。是。穿越。看来是药罐的太多，原主承受不住。不行，我得赶紧去找解药，或者找个男人，不然我会全身静脉爆裂而死。 江湖救急，借你那啥用一下。什么药这么多？这可真是难为一个22年没碰过男人。 第一次，是妹妹吗？二妹妹，你可算回来了。二妹，看来这就是给我下药的姐姐。陆雨欣，那位应该就是原主身亡的母亲吗？二妹妹，你怎么一声不吭，跟着乞丐去山洞了呀？我和母亲可都担心坏了。陆雨欣，上辈子你竟敢进宫跟我抢皇上！ 哼，没想到吧？我重生了，这一次我掌握局势，先找乞丐要人亲，再逼你嫁给我。看你拿什么跟我人！你想都不要想，那时候啊是给我陪嫁用的，有了那笔钱，端王登基才会更顺利，我皇后的位子才会更，绝对不能给他。确定端王会登基？母亲，我说过。 我是死过一次重生的，未来发生的事情一切都在你身上。你要是不信的话，看着吧，一会儿穆王府就会有人来报，让穆王妃提醒到明天嫁。不好了，穆王传来信息说穆王爷不行了，跟明天早上接新娘子过去冲喜。母亲，你看，既然如此，更该给那10万两。他有命啊，没命花，穆王爷他也会殉情陪葬。 到时候找人把银票拿回来便是。你就是穆王爷，我的现任老公。这长得还挺好看的，这风现代，那么妥妥娱乐圈顶流呢。可惜是个植物人。这骆雨婷可真是蠢。
明明嫁进这穆王府就挺好，升官发财死老公，妥妥一个豪门寡妇，嘿嘿，真爽。等等，这万恶的封建社会不会有什么殉葬的说法，这可不行。穆景辰是吧？告诉你，算你小子走运，遇到我这么个妙手回春的女神医。你这条小命呢，姐收了，没有我的允许，阎王爷都带不走你。今天就先到这里。别人的新婚宴是芙蓉帐，我这新婚宴是给你治病。下成了天色，解不开字里行间的秘密。他对着月光诉心事，人间事编不出一曲，纵是一世也甘愿。怎么样，王爷是不是死了？没有，王爷不仅没死，气势还好了许多。什么？洒家亲自去的我。女儿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上一世穆王明明死于今日一早，一个月后皇上暴毙驾崩，端王才成为新帝，难道是骆雨溪替驾导致了变数？那绝不能让他活着。怎么样，王妃料事如神，周公公出了王府就直奔丞相府去了。果然不对劲。王妃安好，宫里来了帖子，太后娘娘今晚举行夜宴，说是要见您。见我？还有其他人去吗？奴婢打听过，是丞相府那边提出的，说是您当了王妃，哪怕只是冲喜，也应当按礼数觐见。懂了。丞相府鸿门宴？我才不去呢，你那些人的作风，去了不得扒我一层皮。修月，你去回报，就说王爷会在三日后苏醒，我等他一起去见太后。是。大爷，穆景辰，这都半个月了，你怎么还没动呢？不对，以我这21世纪顶尖女神医的实力，连续推拿、针灸、加胃药，这是头猪都该醒了呀！这女人敢骂老师，你不行，我怎么应付太后？这心跳明明很平稳，不对，好像还有点快。大胆！这样占本王的便宜。王妃，晚上就是夜宴了，太后那边该怎么交代啊？没办法，就他这一动不动像王八的情形，估计指望不上。你才是王八，凭你多次冒犯本王，还想本王醒过来帮你，做梦！本王就是让无计可施。慢点，这个人该不会是装的？什么？等我扎他一下，看他行不行！王妃万万不可！王妃万万不可！说笑吧，刺杀皇亲贵胄，我还没弄出。走吧，我们去准备夜宴。这女人三番四次戏弄本王。太后吉祥。平生家宴罢了，不必太拘束。哪位是尘埃新娶的穆王妃？
臣妾骆雨溪参见太后。骆雨溪，好大的胆子，撒谎说宠爱三日必行，欺瞒哀家，该当何罪？骆雨溪，我看你这次怎么死。回太后，臣妾曾在古书中看过，说人的执念如果足够强大，就能和亲近的昏迷之人建立桥梁，在梦中将其唤醒。臣妾以为，我只要日夜守在王爷身边，一片痴情能感动上天。然而，你这孩子，这种无稽之谈，又怎能相信呢？臣妾只愿王爷能醒来看我一眼，不管希望有多渺茫，臣妾都愿意一试。可惜，可惜臣妾无用，未能唤醒王爷，还害得太后一场空欢喜，请太后责罚。你的一片苦心，哀家可以理解。起来吧。谢太后。你是个好孩子。当初让洛青的女儿给尘埃冲洗，哀家还怕委屈了她。今日一见，哀家倒是放心了。此事说起来还有姐姐的功劳，多谢姐姐成全。冲洗一事儿，要不是姐姐不愿，也落不到我头上呢。哦，有这回事？姐姐蹄子竟敢祸事东引。我又何尝不愿呀，分明是妹妹你以死相逼，非要替嫁，还不惜打入我双寡娇啊。原来姐姐是愿意的呀。哎呀，是妹妹误会了，那太好了。太后娘娘，臣女恳请太后娘娘能把我姐姐也嫁给穆王爷，这样我们姐妹俩又能一直在一起了，是吧姐姐？什么？我可是要嫁给端王当皇后的。太好不可呀，如今妹妹已经是穆王妃了，做姐姐的又怎好嫁人去当妾呀？姐姐，你这尊贵之姿怎么能做妾呢？我愿意腾出王妃的位置，只能侧妃就好。住口！这也不行吗？好吧，那我侧妃也不做了，我就做个贴身婢女就行。我让我看一眼王爷就好。妹妹何必说的这样高风亮节？我知道你急匆匆嫁入王府，还不是为了掩盖你和其他男人的事儿？什么？此事我本不该说，但我实在不愿太后被蒙蔽。妹妹在庄上时曾有一对青梅竹马，名叫林向南，两人情投意合，何府皆知。太后若是不信的话，今日林向南也在，太后不妨问一问。这就是人主的青梅竹马，心口隐隐作痛，应该是人主一事，看来两人确实情深。妹妹一直不屑冲洗，可自从那日林向南溜进她的房间，次日妹妹就积极要嫁给穆王爷，安的什么心，妹妹心里有数。回太后，我虽与穆王妃一起长大，但清清白白，你们想对我屈打成招，休想！太后，你看，正常人受了这样的刑罚，天大的冤屈都该招了，可是她偏不愿，满心满眼都是穆王妃，还说无情。你这逻辑可真了不起。意思他说有或没有都一样，你怎么不上天呢？太后，其实想要知道他们有没有私情，臣妇倒是有个办法。你说。回太后，王爷尚未苏醒，不可能与王妃圆房，所以只要查一下王妃是否处子的身，一切便水落石出。原来那两个奇怪的局应在这里，可我确实和那个陌生男人，今天这个情况难办。洛雨溪，我看你今天怎么死。查便查，我和王妃清清白白，我绝不容许你这样污蔑。太后，查我是想，但要是让外人得知丞相府奉旨冲洗却不被信任，恐怕是要寒了群臣的心吧。他心虚了，这次定要踩死他。妹妹此话不对，你和林向南的事儿，丞相府上下早有流言，何不借此机会查个清楚，堵住悠悠之口。疯了吧，当众验出你。
关键你们是用肉眼看的，准个屁！太后，当众这样对王妃是何等的耻辱啊！住口！来人，叫几个房事嬷嬷过去，不必压下堂去了，就在此宴给哀家看。你放心，如果你是冤枉的，从今往后任何事哀家都会为你做主，如果你不是，哼，给我咽！你们最好别过来，你们这套我可不受。哼，哀家倒要看看是不是要抗旨。上去！想不到我一个现代人要在这里受这种屈辱，不行的话只能打出去。太后不必验了，王妃已有身孕。靠，还真有！证据确凿，王爷尚在昏迷，他不可能与洛雨续缘房，一定是不守妇道，破坏门风，应该拉出去乱棍打死。是，这不可能，我妃没有。妹妹，你糊涂呀！若是你与林向南两情相悦，私相授受也就罢了，何必借着冲喜之名加入王府啊？难道你是想生下逆子，混淆皇室血脉不成？你们胡说！我与夏，啊对，我与夏确实有过一夜，但此事与夏无关，是我用计给夏下了药。你要打要杀，冲我来！快闭嘴吧！太后，请您明鉴，王妃是无辜的。倘若妹妹对你没感情，又怎会被辱清白，一字不提？怕是你对妹妹情比金坚，危难之头只想护着她。你胡说！苍天啊！我怎么会生出如此败坏门风的女儿？妹妹啊，你做这事的时候，可曾想过陈相府的名声呀？吵死了！闭嘴！烦不烦？吵得我脑子都嗡嗡的。还有你，我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，你少说两句吧。你以为你替我背了锅，这群人就能放过我吗？管吃人的苦胆，女子是真就是重罪，怎么知道根本就没人在乎？大胆！未婚失贞，怀了野种，居然还敢在这里豪横起来！今天必要好好惩治你，以正宫规。来人，卸了他的金钗，扒光他的衣裳。敢出去，乱棍打死！住手！嫦儿，你醒了吗？母后，儿臣在昏迷期间，日夜梦见王妃殷勤呼唤，媚语连连，儿臣实在是醒。所以醒了，都是王妃的功劳。哥，我就是随口编的，倒也不用准备。不可能，妹妹与王爷成亲不过半月，王爷刚刚苏醒，妹妹不可能有王爷的孩子，定然是他和别人苟且私通。是啊，王爷，你可别被这贱蹄子骗了。上次我跟婷儿亲眼看见，他跟两个乞丐进了山洞。我和你，其实。亲眼所见，你们一个是王妃的亲生母亲，一个是王妃的嫡亲姐姐，遇见王妃被不怀好意的人带走却不管不顾，你们究竟安的什么心？妹妹与我们母女向来不亲近，她和林向南交情过密，我们也规劝过，可她就是不听，非要跟乞丐走，我们又能有什么办法呀？是啊，王爷。你也看见了，他方才亲口承认，他跟王妃有过一夜。你胡说！我只是……若正如两位所说，成儿，你要查清楚才好呀。母后，不必了。王妃是不是第一次？还能有人比本王更低？这个人，这个人是我的唯一。总之，从今往后，谁要再敢胡言乱语王妃的名声，休怪本王不客气。
你这是想什么？侯爷的母亲不仅没醒，竟然醒了，绝对不会让你破坏我的大事。哎，成功了！王爷，王爷，王爷有病发了，快扶到厢房去。 陈万发病，怎么一点也不难过？太后娘娘，我正是伤心过度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。哎呀，王爷，王爷，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，王爷！好险，差点崩了我的恩夫人寿。你在干嘛？ 是你啊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当然关我事儿了，我是他老婆，你就是那个给王爷冲喜和怀了孩子的骆雨溪，我家小姐是王爷特意请到府里的女神医，当代药王的唯一关门弟子刘紫嫣。嗯，听起来确实是一个能当女配的名字。你说什么？我们家小姐可是王爷的座上宾，每每王爷发病，只有她能让王爷渡过难关。 这么厉害，那快让我见识一下。怎么停手了？是啊，这是我的独家医术，外人没资格看。哎呀，我不是外人，他身上该看的不该看的我都看过了，尽管治啊。你不过就是个架起来抄袭的王妃，竟敢在我面前炫耀！ 我怎么嫁进来的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既然我嫁进来了，那我就是王妃。你一个医女，竟然敢对王妃动手，到时候怎么了？耽误了王爷的治疗，问罪下来，你可担当不起。你他喵的爱治不治，光明正大的医术有什么劲？你别是用什么见不得人的邪术，这才不敢告诉他。找死！第一次见面就送贱命。 还给你看！救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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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真是的，都什么人？你放心，你的病啊，有我就够了。果然是中毒，这玩意儿可不好治。不过，看在你在太后那儿捞我一次的份上，我还给你。他对着月光诉心事，人间事，编不出一句早生一世，也甘愿去寻找山川的王子夜话。快过盛夏与冬至，人间事，用一生寒冬难收拾，可再度痴。废物！今天差点害死整个骆家！爹爹好不讲理，分明是妹妹做错事情，何来我们害死骆家？你还敢嘴硬？你以为你今天揭发的是谁啊？押入王府的王妃，若是有罪，我们整个骆家都要跟着陪葬。我怎么养了你们这两个蠢货呀？爹，一个冲喜的丫头罢了，还有怎么可能会为了她连累我们家？更何况有端王在。他是未来的皇帝，你给我闭嘴！告诉你多少次了，重生这套说法今后不予再质疑。因陛下病重，最忌讳谈起此事。再说了，就算圣上驾崩，除了端王，上前还有另外三位王爷，哪里就能轮到他呀？你如果再提起此事，我就砸死你！
让你一个人拖累全家，怎么办？娘，别哭了，有女儿在，谁也别想拦我们的路，必须死。 王爷，就是他，昨天不让我依据你，还把我赶了出来。嫣儿，你放心，本王定会为你主持公道。你俩给我闭嘴！骆雨欣，你别以为本王昨日在太后面前为祸了你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。你明知嫣儿一直在医治本王，你竟敢将她赶走。 你是不是很想让本王死啊？你这个家伙，你还真是会恶人先告状。昨天明明就是你在王爷身边鬼鬼祟祟，我的都怪嫣儿不好，嫣儿师父有命，医术不能给别人看。可王妃不愿意回避，还非要嫣儿医治，嫣儿不愿违背师命，就被他虐待成这样，竟然还受罪。嫣儿，你没错。跪下！ 本王早就知道你不怀好，可没想到你竟然如此胆小，想让本王死。你要是想让你死，要不然你这些不可能的女人，我可是放了自己的血，用血肉的法子才治出你身上的病。我跟大叔，你犯上病了？你还想骗？明明就是嫣儿不放心本王，被你赶走之后还冒死前来给本王医治。升官发财死老。 公，这话是你说的没错吧？哼，升官发财死老公，哼，妥妥一个豪门寡妇，嘿嘿，真爽。原来你是醒着的，你就更应该知道这半个月我辛辛苦苦医治你，还给我一直光花你。当时那簪子，应该直接刺下，扎你个血窟窿。就你那个占本王便宜的法。 也配叫医治？你以为我稀罕碰你啊？我那可是毒男按摩秘籍，这么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昨天晚上就不该管你，就该让你发病，见识。王妃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分明是我花了一个晚上不眠不休，把王爷从鬼门关给带回来，是吗？那你可真棒棒。 下次这个狗东西再出事，别和别人找我。王妃，你怎么诅咒王爷呢？洛雨欣，我警告你，你给我安分守己一点。就凭你未婚妻，本王能杀死一百次？王妃冥顽不灵，你在柴房反思三天，不允许准备失误。 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呢？好东西！天地多嘹亮，王爷，都是嫣儿不好，毕竟王妃还怀着身孕，有什么事儿责罚嫣儿就好了。这些年来，你一直陪在本王身边，你是什么品性？本王最是了解。娘，那夜。 本王要了你的身子，我答应过一定会给你。只不过，本王现在留着洛雨熙还有我，我希望你能谅解。王爷，嫣儿不在意名分，只要能守候在王爷身边，嫣儿怎么样都可以。嫣儿，王爷，难得以治病的名义将一代传，翠卿嫣已经准备好了，现在将生米煮成熟饭。 等王爷醒，我就称正牌王妃了。那是，可恶，有人捷足先登了。骆雨欣，就算你嫁进了王府，怀上了孩子，我也一样有办法把王妃位子拿回来。
想办法，明白。这王爷简直脑子有病，我得赶紧跑了。还好有这十万两替加费，出去不会被饿死。翠翠，我翠翠，什么情况？你呀，吵死了！玉皇，杀我全家老小，和你同归在天！放开我！可恶，要不是为一只母鸡臣放了心，又饿了一点，现在反手就把他收拾。别吓我，别吓我！他才是王妃，他还有王爷的孩子呢，你吓我没有用啊！你别吓我！本王命你放开，则本王定不饶你！哈哈哈哈！看来他们两个真是错了。那我就给你一次机会，他们两个。王爷，你救救我！女儿陪伴你多时，身心都奉献给了你。你救救我，我不想死啊！靠，这还算什么？他们两个的爱情感天动地，我就是个多余的，你挟持我也没有用。不用考虑了，本王选刘子嫣。看来你真是一个不受宠的王妃呢，他宁愿选一个婢女都不选。早都告诉你，其实我根本就没有用。可恶，刚才那一瞬间我居然天真的以为他会选我。你放心，我成全你，你们两个都得死。深渊之中，时空轮转，心在呼唤。黑暗中，只有你为我照亮。夜晚中，王爷，王爷，穆景城，穆景城，穆景城，糟糕，他中的蛊毒本来就还没有清理干净，今天这样一口，又毒发。这个贱女人，你还嫌害了王爷不够吗？你不配留在王爷身边，滚开啊！不许粘着王爷，发什么疯啊？你竟然敢打我！我告诉你，要是因为穆景城救了你，就凭你之前非说是你治的，我一定受得了。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治的。你竟然敢打我，我要告诉王爷，给他废了你！但这是我跟王爷的事情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红香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，不许他耽误我治疗王爷。他要是再敢闹，就给我狠狠地扇了。我要看看他还敢不敢还手。你放心，虽然你这个人又笨又蠢又不讲理。但是让你救了，不会让你死的。穆景辰，我救了你两次，我不欠你。是吹过云间的风，吹来。陆雨溪。你明明怀着林向南的孩子，却为了本王甘愿做到这份上。你究竟想要什么？王妃身体并无大碍，只是连续放血又怀着身孕，身体太虚。放血解骨之咒来自巴蜀，其过程痛苦不堪，常人基本上不可能忍受。王妃竟然连续用了两次，王妃对王爷真是情深意重。臣告退。
王爷查清楚了，上一次王爷病发医治您的确实是王妃，紫嫣姑娘不过是捡个现成，而且在您昏迷期间，刘紫嫣确实和丞相府有联系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恕属下多嘴，王爷确实不该这样对王妃的。把他给我拖出去，不许耽误我给王爷治疗。依属下所见，王妃对王爷是真心实意的。王爷如果可以对王妃说清楚，说不定他身为本王的王妃却怀着别人的孩子，本王愿意留着他也很仁慈。要不是看着他医术刁钻，有可能医治皇上，本王早就想着。可是退下。王爷，王妃趁着您还在昏迷的时候又欺负我，不仅不让我留在您的身边，还打了人家两个耳光，人家到现在还疼呢。王爷，你可要为人家做主呀。本王说了，本王留着他有用。可说到底，人家才是陪伴您在身边多年的人。可惜这肚子不争气。王爷，嫣儿不想总被欺负，嫣儿也想要个孩子。好了，她毕竟是本王的王妃，还怀着本王的孩子，平日里你就别与她分装。知本为好主，那一夜在山洞，分明不是这样的感觉。醒了，剑哥，这人总在这儿。你还真是豁得出去，为了在王府立得住脚，搭上自己的命也要救本。也不是第一次救你，上次你不信。什么？没有，我是说，谢谢。虽然你当时想救刘子燕，我也以为我死定了，不过最后你还是救了我，所以谢谢。他以前也这么好看吗？总觉得他的模样很熟悉，这股香气也很熟悉。你的手是因为我才受伤的，有什么需要你叫他。你管好你自己，好的，你休息。那你呢？谢谢这烫的，是不是多少有点尴尬？这是在对本王撒娇。被刺客挟持，应该是害怕极了。本王就在这儿。哪儿也不去，你放心，本王不是不讲道理的人。你救了本王，本王会护着你，哪怕你怀了林向南的。等一下，你在说什么？什么林向南的孩子？你在说什么？什么林向南的孩子？你与林向南不是青梅竹马，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情。你不是为此才嫁到王府来冲喜吗？当然不是，我和他可是一点都不熟，你可别胡说。这可不是我胡说，他可是在太后面前。他在太后面前那是权宜之计，当初。活的男人，兄弟，江湖救急，借你那啥用一下。哎，总之，当时发生了一些难以解释的事情。不过我可以保证，这个孩子和林向南没有半毛钱关系。他如此在本王面前撇清与林向南的关系，莫不是王妃对王爷真是情深意重？王妃对王爷是真心实意的。也对，本王堂堂战神，一般人移情别恋也很正常。总而言之，你救了本王，本王可以许诺你一个心愿。
真的吗？那是自然，本王一诺千金。太好了！王爷，我们还有余吧？你说什么？和离呀、啊！哎呀，王爷，你也知道，我这嫁过来这家呀，本来就是一个意外。在阁楼上，你救了我一命，回来我又救你一命，我们两清了。现在和离正好各过各。你知道本王的金口允诺有多珍贵吗？你搭上性命把本王救醒，就只要这个？搭上性命？不至于。对我来说就是小事一桩，至于救醒你啊，就是为了还你一个恩情。当然，你要不行也没关系，大不了我就继续挂一个名头，当一个快乐小寡妇。毕竟李家可是壮实的。亏本王还以为你，这人真是莫名其妙。我这不是给你新上人腾位置，你还倒生气。我这肚子里可是有货的，我得赶紧搞定才行。哼，不就是怀了个孩子吗？洛雨熙，我有一百种方式让你落胎。没事嘛，那我也学学。你这么不惊吓？行医者最重要的就是淡定。这就是你们这儿堕胎药啊？味道怎么这么重？这不是，这是给我自己喝的。啊？你也怀了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金景城可真值，你都这样了，他还不给你名分？贱蹄子，还敢在我面前炫耀？不过，这玩意儿真的能在宫斗宅斗中奏效吗？这太难了。嗯，这叫好闻多。哎，不行，你不能喝。为什么？虽然我很想给他落胎，可他当面喝下，所有人都会知道是我干的。反正就是不行，给我。不给。气死本王了！亏得本王以为他私慕本王，结果……王爷，不好了！干嘛？那个王妃和紫妍姑娘在群房里吵起来了，好像是紫妍姑娘煮好的汤药，王妃非要喝两碗，可是紫妍姑娘不让。什么汤药？不知道，但是王妃口中一直喃喃，好像是什么堕胎。胎？你煮堕胎药不就是为了让我喝的吗？你给我啊！这个汤药你不能喝，你别那么小气嘛！我都说了，这汤药是给我自己喝的，你要喝我自己煮啊！我住手！王爷，你可算是来了，你管管王妃！哎，你来评评理啊！他煮的明明就是堕胎药，我说喝一口，他非不让，怎么有人这么小气？滚出去！你要再敢在王府里煮这种东西！别怪本王对你不客气，现在给本王滚出去！他是怕落胎要伤他的身体，他好爱他呀。你也别那么生气，以后我帮你看着他。你这么着急堕胎想干什么？死在本王的府里吗？啊，这是什么奇怪的洁癖啊，给我整不会了。我毕竟是你的王妃，这怀着别人的孩子也不太合适吧。所以你打掉孩子是为了安分的守在本王的身边。不是，你大可不必这样。你既然怀过林向南的孩子，你不管做什么本王都不会对你有兴趣。不是，你不用这样大费周章的讨本王的欢心，没有用。本王对你这样的脏女人没兴趣。可恶，本王在说什么？总之本王不允许你在王府里堕胎，你要死给本王去外面死，省得本王心烦。喂，什么鬼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烦人。什么病娇娃，猪狗吧，你是这么想，
真是蛮不讲理！坏了，那天被刺客挟持的时候，我的小包袱好像丢了。不行，这可不能丢，里面可是有十万两银票。去哪儿啊？我靠，不是吧？又来？是啊，别说话。是。喂，哎，你疯了？这大半夜的爬王府的围墙，你也不怕侍卫把你捅成骰子？木狗还不配取我的性命。你是那天那个刺客？这是怎么回事？那天我一时失了手，只好编个理由出来寻仇，免得拖累你。只恨我最后受了伤，耽误了几人。乖乖，这个林向南对原主还真是情深意重，难怪每次看到他这里都会痛。你还是快走吧，你上次伤了穆景城的紫嫣小宝贝儿，他雷霆大怒，满大街找你。我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我知道你嫁给穆狗并非你所愿，你我两情相悦，若不是冲喜那件事情，我们早就在一起了。我不建议你怀了他的孩子，我知道定是他强迫了你。我只想与你双宿双栖。啊！你们人在那里？你里面的王爷！我说你这个人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我这还怀着孩子呢，懂不懂尊重孕妇？是啊。我们好不容易逃出来了，不如我们就此私奔，从此天涯海角我都和你在一起。可你这人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呀？啊！你个落玉玺，有妇之夫还想和老相好私奔？赶紧把人绑了！你还不跪下！我又没做错事儿，凭什么要跪下？还敢狡辩！大半夜不在王府待着，跑到街上和男人拉拉扯扯，这么多双眼睛都看着呢。妹妹，你怎么能这么不安分呢？明明都是王爷的人了，肚子里还怀着王爷的孩子，这让王爷知道了可如何是好呀？别装了，他早就在外面等着我。王府根本就是有人和你们里应外合。是我又怎么样？洛雨溪，这次我看你怎么死。林向南，我是真没想到你也是他们中的一环，亏得原主这么相信你。是啊，我并没有，这一切都是他们的计划。你们诱骗我去王府，就是想让我败坏西阳的名声，是不是？我们安排。你要是对这个贱人没感情，那为什么要大半夜闯进王府里来？弟弟，你好龌龊的心啊！弟弟，你还不知道吧？闭嘴！闭嘴！他是父亲的私生子，是你同父异母的哥哥。他的母亲是被我们父亲酒后宠幸的一个婢女，不知道自己的身世，却还对你怀着不干不净的心思，真恶心！还有这种关系，原主该不会也知道吧？胸口好痛，原主的意识非常强烈。所以你们今天绑我过来，就是为了让我认亲。好了，这亲我认了。可以放我走。洛雨溪，你还是这么天真啊。上次太后殿前让你逃过一劫，这一次我看谁还来救你。我可是名正言顺的王妃，要是敢对我滥用私刑，王爷一定会放过你的。谁说我要对你用刑啊？你说你怀着王爷的孩子，却在外面跟别的男人颠鸾倒凤，王爷知道了会怎么对你？上次乞丐没有保护到你，这一次我就成全你和你的心上人，怎么样？快快变成火星！什么？来人啊！送二小姐和公子去山岗。
哥，你想和我在一起吗？想。想。这次看到建平怎么死，也就是我们这么宽容，让他在死之前还能爽一爽。他到死都不会知道林向南是父亲的亲生儿子，可他根本不是您和父亲的亲生女儿。休想挡我的路！本王之问，王妃在哪儿？他怎么来的这么快？王爷，你怎么来了？王妃可没来我们这儿，他不在。我都看见了，你们绑着王妃回来的，我亲眼看见的。竟敢打我！母亲，你是哪个？你杀了我！王爷知道，王妃确实在府上。这个，但母亲瞒着王爷，是为了王爷的颜面着想。你要再多说半个字，杀了你！王爷，我现在就带你去见他。王爷，王妃就在里面。群星散花做这么久，自己一个人，陆景你就好好欣赏吧。熬不过时间，上街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怎么这么烫？这个样子，解药在哪儿？我问你们，解药在哪儿？说话！王爷，解药来了。这些人一个都别想活。是。王爷，这和我没有关系。是为王妃自己找的，非要跟老乡好用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就算你是王爷，我们也不服。王爷，这是怎么了？爹，救我们啊！丞相娶的好夫人，生得个好女儿，大半夜幽禁本王的王妃，还对他下药，如今罪名确凿，却死不相认。王爷，你是亲眼看到我们下药了吗？王爷总不能为了糊弄自己的王妃，就拿我们这些无辜的人开刀吧？这么说，是本王冤枉。林向南，本王问你，今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何事？那是我娘的宰相，我娘竟然在他们手上。林向南，说话。没错，我们希尔约好今天私奔，被丞相夫人发现抓回府里，不甘心逃了出来，在路上乱了性。你胡说！撒谎！王妃不可能做这种事。分明就是他们算计好，
为使我们私奔，还把我们抓来丞相府，为我们催情药，你为什么要杀我？心脏好痛，忍住一时太紧。妹妹这话好生不讲道理，你是洛家的女儿，我们何必要这样做？而且又不是你和他私奔，又怎会一起和他在大街上呢？你要是在王府里，我们想抓也抓不到呀。那是因为不行，不能让穆景辰知道那夜的黑衣人是他。李湘南，你原本不是这样的，在太后面前宁愿自己死也要护住洛云熙，你为什么要改口？洛丞相，我听说林向南的母亲是府里的下人，可否请他出来一见？一个下人怎好脏了王爷的眼？洛丞相，剩下的事情是本王亲自查，还是洛丞相自己处？谢王爷体恤，臣的家务事还是让臣自己来处理吧。来人，给我掌嘴！岂止你们得不到王爷的原谅，有别归府了。王爷，你饶了平安吧，是我不好，这一切都是王侯发的，是我看不惯这个臭丫头冲的死，没想到她变王妃，我扣留了林家的母亲，污蔑王妃。来人，笔墨纸砚，我要休了这个毒妇。王爷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是你的发妻，陪伴了你这么多年。父亲，你不能为了外人折磨母亲。父亲，闭嘴！这个蠢货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羽西嫁入王府是光耀门楣的事情，你非要做这些，洛家现在容不下你了。李宗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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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父亲。我知道了，我做错事，老爷说我是应该的，是我罪有应得。好极了，从今以后你要好好照顾你父亲。王爷，您看这样处理你还满意吗？丞相的家事本王没有兴趣。可以走了吗？等等，我还有些话想跟他说。你都这样了，非得现在说吗？原著的残留意识一直放到心脏的，我不说清楚才是真的有出生。你走吧，我没一点建议。我污蔑了你，就算你能原谅我，我也不会原谅我自己。我没打算原谅你，李湘南，我已经嫁给王爷，我们注定不是一个人。你对洛雨熙的感情再深，那是你自己的事情，藏也好扔也好都与我无关。我希望从今以后你不要再跟我有任何交集。可你本就是冲喜入的王府啊，那天在阁楼你没有发现吗？他宁愿救个婢
婢女，敢顾你的死？原来你就是那日的黑衣人，长宁，死！不可以，不可以！糟糕，林先生入府自杀，顾景琛不可能放过他。可院中医师一直折磨我，林先生死，我就真的完蛋了。王爷，你曾允诺我一个心愿，现在我要你兑现，我要求你放过林向南。你居然，你可知本王的承诺有多珍贵？他对你就这么重要吗？王爷，我很难对你解释这个事情。总而言之，我不爱你，哪怕有一天王爷休了我，也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痛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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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林向南，我最后再对你说一次，如果你还是执迷，别怪我不客气。王爷，我们回去吧。好。陆景琛，如果没有你，我跟希儿应该会有很好的未来吧。妈，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？我。可现在，她是本王的女人。这辈子不会再和你有任何关系。你的手还受着伤。好点了吗？缓缓就没事儿了。原主剩下这点执念，难受也是正常。求神拜佛，以后别再影响我。你就这么爱林向南，为了他心疼成这样？求求了，我对他真是一点感情都没。咱以后别再提他名了。今晚折腾你了。发生那么多事情，抱歉。不过你放心，我知道你心里有刘子嫣，你要是看我不顺眼的话，直接休了我也行。你就这么着急离开本王，好跟林向南再续前缘是吗？说了不是，你怎么莫名其妙？本王就是这么莫名其妙。你拿着本王的承诺去保他，你让本王怎么想？天天说休了你休了，现在人人都知道你是本王的王妃，若本王现在休了你，你会被多少人看不起？你为了他就这么不在意人吗？我真是服了，我本来就不在意别人的目光，再说了，我拿着自己那十万两自己就可以过得很好，关他林向南什么事儿？本王没收了。啊，你嫁进王府什么都没带，那十万两就当是你的嫁妆，本王没收了。就算是我的嫁妆，也是我自己的东西，哪有男方没收的道理？本王就是这么不讲道理。那刘子嫣呢？我站着王妃的位置，她去哪儿啊？让她当侧妃去。本王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这么烦躁？我们本来就没什么感情，就让她当正妃，那不是更好吗？那你管本王怎么安排？一定是风和礼仪。啥？没跟她吵架吗？啥呀？没跟咱吵架吗？爷，听说王妃回来了，想来问候一下。害我是王妃，你走，我不想看见你。你这个贱婢，胡说八道什么呢？王爷，奴婢亲眼所见，紫嫣姑娘与骆家大小姐通风报信，污蔑我们王妃私奔。王爷，是紫嫣不好。紫嫣看见王妃与男人搂搂抱抱，本想立刻来告知的，结果自言自语的时候被骆家大小姐给阻止了，连累王妃被冤枉，是紫嫣不好，请王爷责罚。你撒谎，分明是你主动与他说的。我没有。王妃，我知道你向来不喜欢我，可是你何必拿一个丫鬟进来污蔑我呢？我知道自己身份地位，从来都没有奢求过什么，
只是想在王爷身边而已。我会分身术是吧？一个负责待在王爷身边，一个负责叫红香污蔑你。你们主仆本就同心。你昨日去了，鞋上怎么全是泥？糟了，带你下跪。王爷，我……你先回去吧，本王明日再来。坐了，有什么？不是我说，你这看女生的眼光啊，是真不行。就她那样的，在我们那儿叫绿茶婊，被你们看上。你看男人的眼光也不见得有多好。虽然只是个意外，但本王毕竟要了紫妍的身子，本王要对她负责。所以她对你耍的一些小个子，本王可以容。呀，像你这么守男的人可不多了。在你这儿，男人不是把睡了都当无事发生了吗？你把本王当成什么人了？本王和林向南不一样，本王很负责任的。你怎么老要提他呀？你哎，行行，算了，我怕你了。总而言之呢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你什么时候需要我腾出王妃的位置，都可以啊。行。要是本王要你在这个位置站一辈子。万物皆无光，只有你的眼明亮。随心去远方，看看太阳。满目皆悲伤，只有你的美上扬。洛雨熙，你不是想离开本王？要不，本王给你个机会。山边野，那覆盖一切，被夺目红色染藏的雪，它穿过昼与夜。是。皇上重病多年，症状与本王相似。如若你能治好皇上，本王便考虑与你和离，并且把你的小金库还给你。真的？王爷，皇上的情况和你一样，是中了非常稀奇的蛊。能治吗？他的情况更为复杂，不过倒是可以用同样的法子先缓解一下。你干什么？你不要命了？啊？御医说过，你血釉的法子极其伤身，短期内不可再用。他这是在关心我。行吧，找个靠谱的御医，我教他做一做。不过，你和皇上中的都是活蛊，一般需要人催动才会发作。若雨婷，我有一个法子，可以试。感谢各位赏脸来参加骆某收义子的盛宴。什么收义子？我听说了，就是丞相亲生的。他的生母一头撞死，好惨烈。能当丞相的儿子也不错了。那也不一定，丞相夫人不也被休了吗？
做雨溪，穆景辰，我早晚让你们去死，都给我去死！哎呀！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手滑了。陆雨欣又是你，你分明就是故意的！别气，真不是故意的。这什么味道呀？我小东，快！啊啊！姐姐，你快把衣服脱了，脱了就没事了。别！哎，别碰大小姐，这里这么冷呀！都什么时候了，当然身体最重。走开，放开我！谁在欺负本王的人？这世上竟有这么美艳绝伦的女子！王爷，快救救我！这世上竟有这么美艳绝伦的女子！闪开！啊！你是哪家的姑娘？可曾取经？本王是端王，本王要娶你。端王，你就是穆王爷的弟弟啊！我是你嫂子。你就是给二哥冲喜的洛家二小姐洛雨溪，我谢谢你们，上来都强调一遍我冲喜。无妨。啊？本王不是迂腐的人，本王不在意你嫁过人。哎，与二哥和离吧，嫁给本王，本王许你侧妃的位置，日后定让你当贵妃。王爷，洛雨溪。你害我母亲还不够，还想用这种狐媚女来勾引端王，我不要你凭着我干什么？你放开我就算了。反应怎么这么大？他妈没羞也能见他这样。洛雨溪，上次就是你勾引端王，这一次你羞死了，存货的位置只能是我。你活不活？我让你活到千里。啊啊追寻你的方向，一路飞翔，用尽全力。没事吧？王爷，本王真是少看你一会儿都不行。那不是因为信任你吗？油嘴滑舌。王妃怀着本王的骨，若是遭遇不测，本王把你大卸八块也难解心头之恨。二哥，许久不见，没想到你得了这么一位倾国倾城的王妃啊。三弟，许久未见，你还是这副德行。我们走。呸！嚣张什么？不就是一个病秧子王爷？等本王登基了，我定要让他跪着把他送给我。贱人，竟然还被端王看上。王爷，人家布衣嘛，你答应过婷儿，要让婷儿做皇后的。本王英允，自然会做到。可是人家不喜欢洛雨溪，不想见到他，更不想和他一起伺候您。你是要当皇后的人，要有容人之心，否则本王怎么放心让你统领后宫？可是没有可是。你确定在你梦里本王真的登基了？千真万确，王爷，婷儿做了那么多梦不都一一应验了吗？你一定会成为节骨至尊的。本来是这样，可现在变数太多了，真不好说。九五至尊，那本王提前拿自己喜欢的东西不过分吧？王爷吩咐过你有身子需要多休息。哎呀，没事儿，孕妇嘛，多出来走走对身体好。说起来，今天怎么没看到长宁啊？那不是天天跟你黏在一起吗？王妃说笑了，长宁大哥是王爷的侍卫，哪是奴婢能问的。什么奴婢啊，我来这儿这么久，你一直护着我，陪我冲锋陷阵的，在我心里啊，你就是我妹妹，你值得最好的啊。奴婢在这世上没有亲人，能够伺候王妃是奴婢的福气。怎么了？怎么还哭了？好了好了，不哭。你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我一定找个合适的机会让你二人成婚。王妃，
雨溪，你醒了。怎么又是你？段王爷，你可别告诉我，就是你把我从街上。真是个。本王说了要娶你，就一定要娶到。真香。你跟雨婷虽然是姐妹，长相差异倒是挺大。早知道你是这样的美人，本王早就要了，就没要哥什么事儿了。真是普通又自信。可是段王爷，我已经是穆王的人了，这肚子里还怀着穆王的孩子呢。本王说了，不重要。以你的姿色，本应该成为王后。现在嘛，当个贵妃也不是不行。段王。有件事情我想不明白，你好像很确定自己能当皇帝。这皇上虽然重病，可是加上你一共有四位王爷，怎么看也是穆王机会更大吧？担心的是这个，你嫁给二哥是看上他的地位。二哥不可能称帝，你现在与他和离，跟了本王才是最好的选择。我不太理解，王爷既然要我跟了你，怎么要说明白呢？想让本王告诉你。嗯，可以。那你走吧，我什么都跟你说了。你们在干什么？贱人，嫁人还敢勾搭我男人，我今天让你去死！王爷。你看看你是什么样子，本王可是要登基的人。阿玉，你不是那个嫔妃，都要经过你同意。我可警告你，不要得寸进尺。就算你会预测未来所思，本王可是未来天子。我滚！王爷，什么意思？你会预测未来？哎呀，你走开！洛雨婷，你给我说清楚。你以为那天为什么会遇到那两个死的，就是因为我知道你早晚有一天会跟我走断了，所以我是故意让你失身，再逼你去替嫁。穆景城早该死在你冲前那天，你也该去殉。可是你怎么没死，就要活到知道你会害我母亲到这个份上，我就应该早点叫人杀了你。不过没关系，今天晚上你和穆景城总算对王爷有了。啊！洛雨溪，今天晚上你就死在这儿了。怎么可能？你觉得你是什么人？我不。大爷的，没有车开真的很累。苍天呐，一次为他垫平，那他自行车也行啊。不行，为了我的小金库，哎，我必须得回去。洛雨溪，雨溪。陆雨溪，陆雨溪，来人，去把刘子言给我叫过来。王爷，雨溪，你别怕。你千万不能有事。王爷，王爷，没事没事。刘子言怎么还没来？怎么了，王爷？赶紧给本王看看他的伤势。王爷放心，这事交给我。谢王爷，我一定。
救你。今天就是我处置你最好的机会，让你霸占王妃的位置，等我落了你的胎，划花你的脸，毒哑你，看你拿什么勾引王爷。去死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干什么？什么？王爷，我在你身边这么多年，你竟然这么对我！母王留着你，是因为你有用，而不是为了成全你某些念想。我才是真心心对你好的人！你真的是吗？两个时辰之前。你端来了一碗什么样需要的人吗？王爷，该喝药了。王爷不好，母亲出事。王爷，若不是本王意外没喝下那碗药，现在是不是已经身首异处了？我不知道那是毒药。我药是洛雨婷给的，我不能让他知道我没有勾结。你不是熟知医理吗？你不是大名鼎鼎药王徒弟吗？你是真不知道，还是从一开始就在骗本王，想害死本王？王爷，我在你身边这么多年，我怎么会想害你啊？王爷，我和你早就有夫妻之实，我怎么想我有名分？还想骗那晚与本王在一起的女子身上并没有这个东西，你竟敢冒着那一晚来骗本王？本王曾经那么相信你，你却和洛雨婷里应外合，你身上的刺青和洛雨婷一样的，对吧？你们都在巴蜀学过蛊术，你根本就不懂医术。本王身上的毒甚至和你有关系，对不对？难怪本王每次发病都只有你能医治。害你害王妃，你到底有多少条命？都你干这些事儿了。不，我不喝了。王爷，我想我在你身边这么多年，可你答应了，我还这么心就霸占着王妃的位置。王爷，我早已想不害你了。王爷，下地自尽。事到如今，说这些已经没有用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押入大牢，今后本王发落。王爷，乖乖，我这算不算围观了一场大失恋？看他脸色，他肯定很难过吧。那个，玉溪，玉溪，来人，穿御医。不是你，你确定今天没吃什么药？还吃了什么？喝了什么？快！快点拿来告诉你。本王没事儿，你都这样了还记挂本王，你先好好休息。什么能不记挂？我说你名字还在你那儿呢。我不自身安慰，还在你那儿。这辈子王妃之前伤了气血，怀着孩子受了惊吓，急需好好调理，不能再受惊吓了。他就是个中邪的，丞相不要他了，才把他塞过来。我听说他从小在乡下庄子里长大的，就是个野鸭。这样的人也配当我们王妃？九州过的什么样的日子？你放心，以后有本王在，谁都别想欺负。
睡饱了，神清气爽。什么鬼事？见鬼了！不过这样看你，是有点摔过头了。问世间穿过多少流年，才会又一次擦肩。武器的时候也挺帅。岁月菩提树下。你醒了。人人卷被成仙。你身体好些了吗？我没事儿，一拳可以打十个你。放这把正事了。我打听到那个骆雨桐会预测未来。没气烧。哎呀，我认真的。本来很多事情我也想不明白，可要有了这个假设，一切都很合理。这说不通啊！如果他真能预测未来，那就该提前知道本王会醒。那在太后面前，他们怎么可能用那种法子来害你？可是端王很肯定自己能登基。三弟那个自以为是的性格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真不明白端王莫名其妙囤这么多的粮食药物做什么。对了，他们好像在囤粮食，我们可以先观察看看。可我要是预测未来的事情是假的，我肯定饶不了洛雨。我可是千辛万苦专门想跑回来给你报信的。好了，你对本王的心意本王都知道，可你眼下要做的就是好好休息，怪力乱神的事情可不可行啊。那你是不知道我怎么来的，在我们那儿穿越跟重生跟闹着玩一样。洛雨溪，上次就是你勾引端王，这一次你休想。皇后的位置只能是我，我绝对不会让你活到七万里。上次，对了，我怎么没想到他是重生？所以啊，他对很多大事件都很有把握，可因为我的穿越，让很多事情偏离了原本的方向。你在说什么？本王听不懂。没事，我懂一下。不能让我回顾秋意，那也就是说上辈子很可能死了秋。我倒要看看这个雨天翻出什么风浪。王爷、王妃，属下查清楚了，最近城里突然出现瘟疫，而端王像是早有预料，囤积大量物资分发商铺，哄抬物价。知道了。果然，还好我们也囤了些物资，到时候发给难民，他们也不至于那么难熬。就怕我们准备的不够。干嘛？张嘴。哎，我早都好，我自己吃就行。王爷，陛下召见。听说本次瘟疫，端王和洛家大小姐施了恩州，还设了救治病人的点，朕很是欣慰啊。见鬼，什么慈善，本王怎么不知道？若朝堂之上人人都能这样，那岂不是更好啊？这都是臣弟应该做的。皇上怕是搞错了，臣听说好事都是穆王和王妃做的。哼，至于端王这边，不仅不做慈善，甚至还因为哄抬物价和民众起了争执。什么？侯兄，没有的事儿啊！臣弟对难民那还是非常用心的。是吗？老夫亲眼所见，那日粮店的老板因为不想把物价抬得这么高，还被端王给打了。穆王呢？
参见皇兄。大哥，你这么行事不妥当吧？怎么了？都知道你是百姓拥戴的战神，但你也不能串通御史来陷害弟弟。我在街上那也是干了不少好事，怎么到头来功劳全是你的？老子看到了明白，你这个废娘子凭什么有落美人这样的地位？因为你不行，哪里都不行。我有一个毛病，就是遇到钱的事儿我就头疼。幸好啊，我有一个好王妃。皇上，我这个人也有个坏毛病，就是喜欢斤斤计较。就问你一事儿，我们王府出了多少粮食、多少衣物，在什么地方派了多少药，我正好都记录在册，皇上不妨看看。你就是二弟的王妃，果然聪慧过人。朕听说朕能痊愈，你的功劳也不小啊。什么？她真的会医术？不可能，这死丫头从小在外头长大，哪来这个本事接我的骨？哼，做假账嘛，谁不会？姐姐这话说，难道妹妹能提前预测端王会说穆王抢功劳，所以就做了假账本来应对？妹妹愚钝，想不出这种话。倒是姐姐，你不是端王的幕僚吗？必定做了真账本，快拿出来让大家看看。你啊、哦，我懂了，端王爷施恩不图报，所以压根没有账，真是慷慨。他甚至还是借口给本王开脱，不愧是本王看中的女人，找个方便，人也聪明。好了，为百姓好，为朝廷好，都应有赏。既是如此，臣女可就有点讨赏了。皇上，每年秋猎都只有男人可以去，臣女也想开开眼界，今年可否让光范女子伴随前往？秋猎，秋猎，猎场确实案件难逢，但从来只有男子能去，应该跟你没什么关系。不好说，小燕子也是秋猎围场错认的爹。什么？没事，我们就静观其变吧，他肯定会有所行。难道他是准备在秋猎围场动手？雨溪，穆景城和皇上说话去了，我又要被这个人缠上。端王爷，雨溪，许久不见，本王想你想得紧啊。与二哥和离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？王爷，这里毕竟是皇宫门口，说话还是注意些比较好，而且姐姐会不高兴的。只要是王爷喜欢，我不会不高兴。本王的女人自然都是最懂事的。反正啊，你什么都知道，也想跟着本王，何不趁早弃暗投明，把胎堕了，与他和离？以后啊，你要什么，本王就给你什么。王爷似乎对我真的很不错。如果我说我要皇后的位置。洛雨溪，你别太过分。雨溪啊，本王虽然真的很喜欢你，但皇后的位置真的不行。这样啊，可是端王爷也知道，我就是个愚昧的妇人，是不信什么预测未来的。不光是我，穆王爷也不信。他也知道？知道又怎么样？除了我这种蠢人，还有谁会相信啊？而且依照今天书房的情况看，皇上龙体安康。说句大不敬的，就算皇上真的假了，似乎也是我们家穆王爷担心的可能性更大。这不可能。我也知道不可能，可我就是怕嘛。万一姐姐做皇后的梦落空，姐姐让我替嫁冲喜，嫁给穆王爷，结果我们家穆王爷登了基，我成了皇后，姐姐这肠子可都要悔青了。嘘，生气啊，老得快。淡淡。什么？你说洛雨婷要见我？如王爷、王妃所料，洛大小姐回府后坐立不安，便偷偷谢了信进来，说要见王爷一面，还点名不要让王妃知道。我就说吧，我就说吧。哎，你慢点儿，还怀着孩子呢。哎，没事，放心，她正常的很。陆王爷，你可不能那么快答应他。他知道你知道他知晓未来的能力，肯定觉得你很感兴趣，
果你不但不去见他，你还不敢相亲。那他一定会很着急。这人着急嘛，就容易干错事儿。他怎么约你约子时那么晚？怎么担心本王被他占便宜啊？那倒不是，就是这夜黑风高的，他万一布置陷阱，他一定过来了。王爷，有事便说。当初为了确保端王的皇位，联手刘子言一直为穆景城蓄毒，没想到他醒了，还越来越意气风发。当初不说我嫁给他。王爷，在开始之前，我想问王爷一句：王爷是否知道我为何一直跟在端王身边？本王知道，听说你会预测未来。王爷果然知道，既是如此，王爷为何一直不找我？我有这样的能力，王爷应该很想得到我才对呀。怎么听那么近？还听？自然是因为本王不相信这种怪力乱神的说法。但事实就是如此，否则端王为何如此信任我？瘟疫提前囤粮的事儿又该怎么解释？就算你会预测未来，那这和本王又有？我想和王爷合作。你不是三弟的人，你这么做三弟他知道。王爷，良禽择木而栖的道理并不是只有你的王妃明白。我确实可以预测未来，但我也想为自己做两手准备，不然你以为骆雨熙为什么和端王在一起？你的意思是说骆雨熙会背叛我？不可能。他一开始愿意冲喜还不是为了你的身份和地位，如今由我预测端王会成为皇帝，怎么可能？原本是应该你嫁过来冲喜，但你却拒绝。你觉得本王还会再信你的话？为了利益吧，王爷不妨考虑一下。我能给你提供的帮助必定要比妹妹大。我只要一个合作的机会，有朝一日王爷若是登基，别忘了我的功劳就行。他还真挺敢想，两个登基大热门都让他占着，一点不吃亏是。你说他那么想当皇后，总不直接嫁给皇上？不许胡说！你才胡说！你看看你这一身脂粉味，出去把我房子都熏臭了！本王不走。本王就是要熏臭你！我出去，出去！说起来，咱们虽然成亲，但却从未动过。要不今晚？最值得收敛。哎，你放了我，还活着孩子呢。本王可舍不得伤害你，哪怕知道你是和别人的孩子，如果伤害到你，本王也不愿意。可本王偶尔也会想，若是你没有怀他的，总之，骆雨婷的情况大抵就是这样。接下来就看端王那边的动静。要是这样的话，不如我们推他一把。怎么推？既然骆雨婷那么忌惮我抢他的位置，端王又那么喜欢我，要是他知道我主动约见端王，你觉得会怎么样？你不会真想跟着外人一起背叛？那可说不准。哎呀，我开玩笑的。这端王要是一个有八块腹肌的大帅哥啊，兴许我就考虑一下。可他像头猪一样，脑子还不好使。我真的贴近他才是有毛病呢。什么腹肌？是这个吗？我靠！是和缘能并肩，光与暗能重叠，爱与恨不复界限。你家王妃在偷偷约见端王。你的脸怎么了？是被二哥打了吗？他上次看见我和你拉拉扯扯，回府后就雷霆大怒，打了我。穆景城居然打他，也是，他以为我能预测未来，怎么可能还看得上骆雨熙？果然，表面装的再怎么无所谓，其实心里对皇位还是有想法的。二哥这样对你，你为何还要跟着他？我就是一个无用的妇人，又怀着孩子，我能怎么办呀？王爷，你总说让我跟着你，是真心的吗？当然了。可
可我听说王爷向来喜爱美色，日后若是遇见比我更好看的，也一样会抛弃我吧。啊，这怎么会呢？本王日后可是天子，金口玉言，一诺千金。你在本王这儿啊，就是最重要的。那端王，你就不能许我一个皇后的位置吗？我从小在庄子上受尽苦楚，以为嫁给那个穆王爷就可以受人庇护，我实在是苦怕了。王爷，您就给我一个皇后的位置，不可以吗？我一定不与姐姐争。日后王爷要是喜欢哪位姐姐妹妹，我一定好生对待，不会像姐姐一样擅妒的。可是，王爷，你不妨仔细想想，既然姐姐可以预测未来，那您登基是早晚的事情，有她没她都一样的，何必说她治不了？对呀，本王怎么没想到这一点？贱蹄子！反正陆女那个蠢女人不在，本王不妨先解决面前这个，到时候本王非要害死她，又能怎么样？好，本王答应你。真的？可是姐姐怎么办呢？她会不高兴吗？哪还轮得到她不高兴？就她那个长相，若不是因为重生，帮了本王很多事情，一国之母的位置，哪还轮得到她呀？王爷对我这么好，真是我的福气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红香，快给我准备热水沐浴，我刚抱了头猪，臭死了。哎呀，本王看你挺主动的。王爷这是吃醋了？你说呢？哎呀，王爷，那个洛一婷诡计多端。还是重生，我们挑拨他和端王的关系是最好的办法。王爷也不想我在秋烈受伤，是不是？本王绝不允许。那不就得了？王爷放心，我肯定很惜命，很小心的。本王是你的夫君，本应护着你。王爷就是在护着我呀，只是这种办法比较简单省事儿嘛。我们王爷最好了，都不跟我计较。谁说本王不计较的？以后不允许这样对他笑。咦，知道了。但是我现在必须得去沐浴了，因为我刚刚又抱了头猪。来来，哎，你王爷干什么？想吓死本王吗？我都来好久了。是王爷想事情想得太入神，王爷今晚去了哪里？平儿都等了王爷好久了。本王去哪还需要跟你汇报不成？当然不是，只是还有一个月就秋猎了，王爷登基的事儿该谋划了。但是在此之前，我还想再要王爷一个承诺。王爷确定登基之后一定会让我成为皇后吗？本王已经说过了，你总这么说烦不烦？王爷别生气嘛，我只是希望我忠诚的事儿能有好结果。什么意思？本王若不让你当皇后，你就对本王不忠，你敢威胁本王？王爷需要我，我们相辅相成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本王确实很在意你，但本王登基只是一天一刻，你若待在本王身边，菊花谢，本王依然可以让你风光无限。但你若是背叛，你真的本王没了你不行是吗？心要不改，那就少说那些有的没的，滚回你该去的地方，别整天在本王面前瞎晃。同样是骆家主，阿别怎么整的，这么看得出来？这些年我为端王谋划尽心尽力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呀？我那三弟向来如此，他认定自己能够当皇帝了，
他就得意忘形。你也不会放在心上。那王爷你呢？你明知道我可以预测未来，为什么不想得到我，让我为你所用呢？本王有王妃了。可他并不在意你，你也亲眼看到了，他和端王在一起，他什么都想要。你别说了。王爷，可是我不一样，我认定一个人就会一心一意对他。可是王爷，其实我根本不会什么预测未来，我是重生。上辈子啊，端王确实当了皇帝，可我还没来得及当皇后就已经死了。可这辈子不一样，很多事情都发生了改变，他未必一定登基，所以王爷让我来帮你。信我，比起那个背叛你的王妃不是更好吗？失去我你王爷，其实我和端王从未有过什么，是第一次。应该我才是你的原因，我们在一起才是正道。成了。你们对得起我吗？大小姐，奴婢已经来过了，可是王妃她根本不听。行了，下去吧。是。妹妹，怎么一大早这么生气？不容易老婆。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？在丞相府上跟我一口，非让我出去，我撞了你，还让我放开我？王妃。我头上肚子了，你活该！哼，真是天助我也！最好你直接滑胎，看你还拿什么跟我争！你害怕？我现在就去找大夫。其实我从来不想对你做什么，可是你为什么不听话？你为什么早点去死？我说你在说什么？是啊，花柳姐。他怎么害人？救命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来救你啊！让我来结束你的痛苦！真不知道你这张脸有什么？怀这个孩子还让端王对你神魂颠倒，我让你妩媚，让你勾引端王！哇，那不是陆王爷吗？王妃是来捉奸吗？什么女人敢爬王爷的床？好像是王妃的亲姐姐，也太不要脸了！你怎么看得到？来，快来人呀！今天晚上陆王爷约我喝酒，在我的酒里下药，他下药了我，快来让帝王府去公道呀！
可怜的这王妃啊，怀着春日都被气得流产了。这样一来，只有嫁给王爷才能收场吧。岂不我愿意你这样的人留在王爷身边，除非我死了。妹妹，你如今都是王妃了，你不能这样对我呀！我是被要了身子的，这事要是传出去，我可怎么活呀？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你撒谎！我也绝对不可能对你做那种事情，骗不了我。我既然布下了这样的局，对吧？我会没有林冰死的。你就是想把我和王爷放在火上，你就是想看我们左右为难。你错了，你有的选。如果我宁死不愿，那就靠到皇上那去呗。光天化日，众目睽睽，外面现在这么多人都知道现在的情况。王爷就躺在那儿。要说我俩孤男寡女一晚上没发生什么事儿，你觉得有人信你？有道理。所以啊，你就乖乖的听话。所以如果他不是我，你这是什么狗急跳墙的法子？我和谁睡了，我能不知道吗？我王妃。我靠，真不是王爷啊！这个实体先生可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天呀，也就是说骆雨菲小姐和小厮混在了一起，这下岂不是要嫁给一个小厮？行，你敢算计我！当着这么多人面还想打我？嘿，就知道你这个人为人恶毒，专挑我的肚子。还好我早有准备。那我的血没见过吧？也是假的。洗我跟你拼了！你个嚣张狗了，不敢欺负王妃，贱婢你放开我！王爷到。王爷到。王爷你来了，刚刚好险，姐姐好像很想嫁给你的样子。不过他好像搞了个乌龙，和我们的下人睡了。没事吧？我没事。王爷，骆雨婷，你真以为本王不知道你的手段吗？你和刘子嫣身上的刺青我们已经查清楚，来自巴蜀一带，巴蜀最擅长用毒。王爷和皇上身上都有同样的，这事儿你可别说是巧。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？听不懂啊？行，那我就说点你能听懂。昨夜你约王爷来这喝酒，其实你在酒里下了毒药，想借仙人跳来陷害我。是。那我更提醒你，哪来的仙人跳啊？王爷不是才刚刚进来，退一万步说，王爷同我一起喝酒，我俩都不胜酒力，都是我的问题。你同他说这么多干嘛？光是方才诋毁本王的名誉，就够他死一百次。这，你在众目睽睽之下与小厮睡了一晚。骆雨婷，你当皇后的梦，死。都怪你骆雨婷，为什么还活着？你为什么不去死？害人终害己，这句话你没听。很快，你和小厮的事情就会传遍大小县，你最爱的端王也马上就会知道此事。你亲手设局，亲手断送所有前程。不是，妹妹，真是你不该杀东西，还不是我打死我的？你说我有没有救他？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刚才我动手就未曾想过后果，陷害王爷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后果？甚至给我灌药把我丢给乞丐的事有没有想过放过我？说什么？在嫁给你的前夜，他曾跟我讲，你把我丢给梁启，就为了破我的身子，拿住我的法子。让我嫁给你真心。你一直说孩子不是留下的，是
是你两个乞丐。是我许天，本王杀了你！住手！住手！会感觉快走！老天，交错，我下出了天色，解不开字里行间的秘密。还没找到洛雨晴吗？子女实在狡猾，属下一时。传令所有羽林军，掘地30多，给我找出来。是。不用了，你先出去吧，我和王爷说几句话。不用了，你先出去吧，我跟王爷说几句话。是。王爷，追查是没有用的，她是丞相府的大小姐，又是端王座上宾，有人有心要藏她，程宁他们也很难有办法。此事闹得满城风雨，三弟怎么可能？本王要的，洛丞相他敢不给？王爷，此事并没有闹得满城风雨。那日在仙人跳门口，那些百姓是我找人假扮的，他口口声声说你毁了他清白，这件事有或者没有，对你我而言都是一桩丑闻，会有损你的名誉，所以我把他压下来。可他企图给本王下药是真正的事实。那也是企图啊！本王堂堂王爷，难道真的奈何不了他？就因为你是王爷，所以凡事就要讲证据，不然岂不是跟那头猪一样？可他们那样对你，还找了乞丐。乞丐？哎呀，王爷你误会了。那一日他虽然给我下了药，不过我并没有让他们得逞。你一介女流，能在两个乞丐手中全身而退，这怎么可能？王爷，你这是看不起我？谁说我是弱女的？你看，看我这小心。不仅不是弱女，我甚至比他们都傻，是不敢告诉你。你不信？也是，这话说出去没人会信，大家只会觉得我和他们不干不净。我信，希儿，我信的。我只是心疼，我怕你真的被他们欺负。我听到你没有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谢谢你，穆清晨。谢谢你接纳这样莽撞孩子，始终没有跟我计较。你放心，你是本王唯一的王，无论如何本王都愿意爱接纳你。肚子里的孩子，本王也会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爱你。不好了，王妃，洛大小姐找到了，她在那端王府，要和端王成亲。怎么走的是偏门，不是正门吗？侧妃可知足了吧？昨夜说成亲，今日就要入门，我们王爷能许你侧妃的位分，已经算不错了。侧妃没有嫁妆，家里也不来人，可别指望着有个风光。坊间都流传着侧妃和小厮混在一起的话语。你再多说一字，我就打烂你的嘴！穆景辰那个路毒死，我现在必须得将端王牢牢抓在手里，不能让他知道我和小厮的事情。端王找本王何事？人家想清楚了，不管是成婚前还是成婚后，都是早晚的事儿。人家特意提前给你，不，人家说了一次，你得温柔一些。以穆景辰都怪你们，害我做不成正妃，急急忙忙投了侧。不过你们放心，没到最后，谁也不知道鹿死谁手。秋猎之时，我必要你们为我的母亲血债血偿。
哇，这就是秋丽，很威风的样子嘛。嗯，今天这身很帅。哪有心思笑得出来？你现在处境非常危险。哎呀，区区骆雨婷而已，都没放在眼里。而且咱们准备了那么多的礼物，还要还上秘密围脖的戒指，周围密不透风，他哪有心思？好啦好啦，分开。上一世你如此夺我的宠爱，最后竟然在秋叶上拿着簪子和我同归于尽，哼！今天我一定会让你死得很难看。无聊，凤凰爷怎么还不出来？王妃，王爷说了，他和皇上聊事情期间，王妃最好不要随意走动。是啊，王妃，觉得今天晚上的气氛怪吓人的。你听，周围一点声音都没有。暴风雨前的宁静嘛，那个骆雨婷那么想在秋烈的时候弄死，肯定会要动手。不过这周围守备森严，令他们也不敢动手。倒是你们两个，我已经跟王爷说好了，过些时日啊，就让你们成亲，怎么样？期待。王妃，王妃，你取消奴婢，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儿，要开开心心的。你们，王爷回来了。怎么样？能做什么情况？你安排的人手这么多，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。阿乔，本王从皇城那出来，就立即赶了回来，生怕你出什么事儿。我求你了，你这匆匆回来，啥热闹？先喝口水。王爷，你这脸色不太对劲。怎么了？体温也不太对，心跳也不好。王爷，你被下药了。糟糕，他已经听不进去话了。王爷，你清醒点，我这就叫人。长宁，皇上，快！糟了，进来的是王爷，所以他们根本不会造反。骆雨婷就是算中了这一点，把毒蛊放在王爷身上。王爷，但是王爷，你清醒点！我还怀着孩子，你要这样，孩子会不保的，我也会出事的，王爷。王爷，王爷，长宁。王爷，不行！王爷，陆雨溪，如果是你最亲近的人伤害了你，你会怎么办？王爷，只能先这么压下去。王爷被人下药，我暂时压制住，你们快去找找姐姐。好，还是我去吧。长林大哥武功高强，留在这里保护王妃。好，那你一路小心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端王逼宫了，下皇上退位，请王爷速速救驾。什么？陆雨婷这个疯女人，真是为了当皇后什么都做得出来。你们是皇上身边的禁卫军，快去帮忙。可是王妃，哎呀，皇上最重要啊。是。那个，刚刚那小姑娘，陆雨婷，我将王爷带出来了。做得很好，只要将他和陆雨溪分开的时候，我们就有机会将陆雨溪杀掉，然后我一定会让你成为穆王的王妃。别说那么多了，解药呢？什么解药啊？王爷的解药啊，他中了催情烟，如果没有解药的话，很快就会全身经脉暴裂而死。开什么玩笑，你不就是他的解药吗？你喜欢他这么久，你跟他交合不就好了？王爷，你别怕，紫妍是真心对你的，紫妍只想给你解毒。你是不是太天真了？我怎么可能会让你救我？
还害死我母亲，我恨不得死上一百次。魏婷，你别这样看着我，你在他身边这么多年，也该知足了。明明不会医术，却因为我给你的蛊，让他身边成为一个贵人。反正他当活死人的时候，你也陪着他，现在陪着他去死，不也正合适吗？你放心耶，在这荒郊，所有人都会觉得你们在偷情。当然了，遇到什么猛兽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。洛雨婷的话，我放心，我有办法。这个药可以解所有的痛。我不是医务组长，这些年我潜心修炼医术，为了让你摆脱洛雨婷的蛊术。可是我学医不精。天地都老爷，你看福家，你再夸，你去哪里去了？就好了。王爷，那碗毒药真的不是我做的，从来没想过害你，一次都没有。真的好羡慕，是黄叶，是我和你。子燕，顾警察，大美人，你上。你好，子燕，你好。岁月热情脉动心田。皇兄，你也有今天。对不薄。皇兄啊，皇兄，这药怪就只能怪你自己。你说你身染重病，早就应该驾崩了，偏偏熬不到这个时候，弟弟等不及了，所以就来送你一程。来，如言死机，说你要对外称帝，朕都不信。你竟然大逆不道！皇兄，我是天命所归的皇子，早就该登基了。真的这么说吗？皇兄啊，你这唠叨的毛病真的不好。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！干什么？都聋了！你们，你反了你们！既然流言四起，凡夫说你要成，朕什么都不会做吗？一直在等你幡然醒悟，没想到，哪是？还不是命不同，那些毒在你体内已经无法根除了。就算江山会议也不会落在你的手里。你以为穆锦城可以？我告诉你，就算我登不了基，也轮不到他。穆斋应该已经是个死人了吧？是老君，希儿，你快跑！跑锤子！就算我能跑得过这帮畜生，你呢？把你丢这喂他们。暂时阿米装不了，传王一万里出去。没想到你居然害你最深。没事，我都习惯了。王爷，之前我跟你说那两个乞丐没能得逞，虽然你信了，但我还是想靠我自己让你清楚是为什么。因为那两个贱人都被杀了。好久没练，退步了。王爷，这下你相信了吧？所以啊，轻易别惹我生气，
我打人可疼了。本王怎么舍得打呀？本王只想一辈子都平安好。不好了，苍飞，董王兵败已经被抓了。我就知道他鬼鬼祟祟的走开，肯定是要害西儿。知道了。要说多少次才记得住？不可以叫本宫侧妃。我娘美，端王美，我做不了皇后，就连这个侧妃的位置也没有。骆雨欣，你什么都有，你好厉害！这些本该都是属于我的。雨欣，去死吧！李香兰，李香兰，李香兰，不行，血根本就止不住，他的心脏被刺穿了。这什么医疗水平啊！要是有 ICU， 阎王爷的人我都能降温了。是，没事。自从我娘走后，我也不想活了。能帮你最后一件事，我很开心。可是我根本就不是你的陆雨欣，我只是个入侵者。香兰，我可能活不了多久了，王爷。有一句话，其实我一直都说错了。不管他有没有嫁给我，他给我，可我也会爱他。王爷，我想请你帮我最后一件事，我想希儿看着我走。好，你怎么？你本可以不用这样。能够娶到她，苍云已经知足了。王爷王妃能够成全我，我很幸福。怎么这么紧张啊？我们成亲已久，虽说是第一次同床共枕，但是你怀了孩子，你放心，本王是不会动你的。其实医学上来说，过了三个月也不是不行啊。不是，就是那个支支吾吾的，到底怎么了？就是，哎呀，我就是想告诉你关于我孩子的真相。和你成亲的前一天，陆雨婷想找两个乞丐玷污我，但我中了催情散，如果没有男人，就会静脉爆裂而死。然后我就在一个小山洞里，意外看到一个男人躺在暖浴床上，然后我就为了自己的小命和自己，然后我就怀了孩子。这个孩子和什么林向南、什么乞丐都没有关系的。成亲前一天，山洞浴床。哎，不对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这个孩子是陌生男人的，我怕你在。你是不是还说了江湖救急要借东西？兄弟，江湖救急，借你那啥用一下。哎，对啊，你怎么知道？果然没错，本王果然没有在做梦。那一夜在浴床上的就是本王啊！在与你成亲之前，每次毒发，本王都会全身被冰霜覆盖，侍卫会将本王抬到山洞的暖浴床上进行缓解。之前刘子言一直冒着，本王一直觉得不对劲，直到今天，本王终于可以确认了。所以我一直在意的孩子，其实是我和你啊！是我。太好了，兜兜转转，原来是你啊！是我，原来是我。真是，那现在情况又不一样。你刚才不是说三个月没问题？本王这人特别霸道，你既然借了本王那啥，那本王就不能再给别人了，所以你得对本王负责。
真是